等虚弱结束再 A 这一下啊、不然怕被虚弱减伤 A 不死。回家没人来回家。 点一些攻速，不点攻速的话，攻速太慢了。搂进打法缺攻速啊，所以不能点船甲，点攻击要点攻速了的。哦，我为什么要交闪啊？我有屏障啊，我人马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有屏障，我为什么交闪啊？ 这不还是屏障带的少了，屏障都带疾跑。哎，那个谁插一下，好可惜。你们注意看我家里，小龙没了，未有所投，我压回去了。 这个谁怎么敢一窝力啊？大家，啊！就该那个罗西安怎么敢一窝力啊？我人都看傻了。我有没有1300我都不考虑无尽的，现在的版本。 卢西亚没双招，绿插闪电混着出，你说卡莎吗？你说卡莎玩什么？被沙子干掉了。 我在做，他不救他双刀在，可能他就不会死了，确实。但是人家愿意救啊！哦，这把一直被抓有点难受，我讲。现在飞机确实是这样走下来。在调戏我，扎克来了是吧？ 赵阳，哲力这么垃圾，为什么猛啊？你看谁直播了？哲力猛啊？为什么我玩下来那么垃圾啊？那个新冠封建，我玩了下来很垃圾啊，哲力啊。你看谁打猛啊？你要看这个，那你看的这玩意是吧？ 反正哲理我是真觉得很垃圾，这把门我打下来，可能是我水平不够。加强了，平常是加强了。我操，那个泽拉斯是不是交闪了？不然为什么我阿 Q 带不走他的呀？我现在玩的这套出装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强。我个人还是推荐海妖。裸无尽，我认为真的是很难打的一个打法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弹幕上面跟我交流啊，任何段位都可以啊。 啊，任何问题都可以。这闪现能撞墙吗？大家我问一下，我闪在这里，我能说什么？大家？是不是？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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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这波有闪了呢。一波一波一波，你们看到对面扎克没有？大家几个平 A 融化了，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对面的前排来讲，我几个平 A 融化了。 我连大都不用开，真的输出太爆炸了。输出太炸了，家人们，真的炸！这楚雨荨，开大的空中被我 A 死了。素材好了，我跟他说一下，我发给他。